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我是潘佩金。立足台湾，宏观世界，带您持续关注的是，在这世界目前还遇到非常多天灾的地区。其实，在今年来说，台湾相对的是非常的平安。以往呢，我们总是担心的台风的来到，但是在今年，事实上有很多的台风就是听到了讯息，但平安的经过。但在我们家附近的邻居菲律宾，可就不是这样了。今年呢，他们饱受了台风的侵袭，像在日前呢，在10月25号，中台拉莫拉菲这个台风呢，就经过了菲律宾，然后呢，接着呢，它后面又有一个强台天鹅台风，实际上这两个台风都对当地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像在画面上您可以看到的，其实这个当中台啊，这个莫拉菲台风经过的时候，我们原本当时在2003年的这个海燕风灾，当时在莫拉克这个地方我们就建了大爱村，而大爱村呢，事实上也撤离了300个家庭，而慈济人呢、在当时是立刻动员，就在这个避难中心这个地方呢，开始来熬粥，在一早的时候凌晨4点钟就可以来温暖受灾者的会，而甚至呢，在现场啊，志工也看到有慈青的身影，这些慈青的同学就说，能够帮助自己家的人，看到这边的亲人，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而事实上，这个中台经过之后呢，接着的这个强台天鹅呢，就当时是说可以说是2020年以来呢最强的一个台风了。而这个台风事实上造成了卡瑞端内斯省、还有亚美省以及马尼拉南部这三个地方非常严重的灾难。可以说，像在亚美省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叫做马荣火灾，这个火山呢，事实上因为有很多的雨水冲进了这个火山，火山泥跟着雨水夹带的下来，变成了这样子一个土石流，就淹盖了超过300栋的房子，是被这样子的一个泥流所掩盖了。而事实上呢，你在这个空照图上面是看不到街道，也看不到房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房子都被冲毁了，而整个街道都被这一些泥沙啦，还有土块、石块所淹没了，而甚至连这个桥呢，都因为这个洪水非常的强大而冲断了桥。而现在最辛苦的地方，其实就是因为当地的通联是断讯的，甚至是断水断电的状况，有很多的讯息没有办法及时的传递出来。而在这样子的一个防疫的情况底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人都被撤离了，甚至有将近100万人撤离了自己的家园，到了避难中心。这是避难中心就变得防疫的作业很困难，一个空间就要缩减到3到4个人来维持大家的平安跟健康。我们接下来都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了解这个天鹅台风所造成当地的灾难。房子只剩屋顶露出来，天鹅台风肆虐，菲律宾吕宋岛南方的亚美省，马勇火山的泥流淹没了300多间房屋，有的地方茅草搭建的房子整个垮塌，还有灾民坐在瓦砾堆中，受灾严重的岸边道路龟裂。而在登陆地点加丹都安尼斯岛上的小镇维拉克，一度传出7万人失联，让外界相当担心。红十字会人员已经抵达灾区，根据目测，当地有80%到90%的建筑被毁，整个岛对外交通还有通讯与电力全都中断。天鹅台风在菲律宾造成严重伤亡之外，还有超过200万人受灾。总统杜特地也前往灾区视察。风灾过后，大家拿起铲子、扫把清理家园。天鹅已经离开菲律宾，进入南海海域，朝着越南的方向前进。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灾情是相当的严重的。而事实上，我们也在昨天呢，其实就是紧急的在跟当地的菲律宾志工进行视讯。而在视讯过程里面，我们也不断的在连接的是当地的灾情。就如同刚刚讲到，其实当地的通讯是断联的，以至于有非常多的灾情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就传递出来。而其实 COVID-19 这样子的一个疫情，事实上在当地还是持续的状态。
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防疫作业底下，可以想象得到外面各个国家能够前往去救援的情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外援要进到这个国家，他就要先做隔离，事实上好像是缓不济急，但是当地的志工呢又要赶紧启动进到这些地区里面去。幸好呢，其实在日前我们的每一次的这些我们的灾难呢，事实上都有菩萨的招生，我们在当地就有陈华明这一位师兄，也是当地的总指，事实上他的产业也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灾情，但是他仍然在当地呢协助我们把很多的资讯做整理，甚至呢是也帮我们呼吁了当地的志工能够做以工代赈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希望能够有呼吁更多的志工一起来协助当地的整个灾情灾后的清理。而在政府的部分呢，在目前为止，事实上呢，政府也不断的去呼吁的是，希望能够让国家电信局下令快速的去修复跟恢复受到影响的这些电信服务，让政府能够赶快的启动救援行动。而在国家警察呢，也启动了要清洁受灾地区的这些高速公路主要道路，让救援的车辆能够赶快进去。而在慈济人的这个勘灾团，今天就预计分成两个团队，分别前往是马尼拉的南部以及亚美省这两个地方，来进行第一个时间的勘灾。而事实上啊，在这个市政府啊，也很愿意来协助志工办理的是，当社区在隔离的这个状况底下，跨省份的通行证也愿意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志工团队，让我们能够赶紧的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勘灾。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灾情是严重的，但更需要在这个时候启发起人人的那份爱心，及时的去给予当地的抚慰。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人开示。从前天啊，就很明确了解这海面上的台风啊，一直接近啊，强风大雨让菲律宾接触到了这大灾难，因为有不少人家房屋不堪一击，所以啊，可以去想象那样的严重性。还有人往生啊，还有人呢，好在提早有撤离啦。哎，难免呢，啊，也有总是受伤，所以有死亡、有受伤、有撤离的，这都是昨天早上的信息。稍晚一点，就是午餐之前，菲律宾菩萨很快速的上线啊，菩萨所愿缘苦众生啊，哪里有灾，大家呢快速的去了解各地的灾情，他们呢汇合起来，就是一群干部来视讯，我就很用心在听着，听着在描述过程，的确很不舍，很不舍。不甘因遐的人民呐、啊，那瞬间呢、啊，这么大风，到大雨，到风一吹，那水一淹，滚滚红尘啊，山崩呐、啊，那里呢有一两座火山。那火山呢
经过了这一波呢，火山泥变成浆，火山泥浆啦，从高而射，安尼落来，瞬间呐，几百户的人家就这样的淹没啦，无看到啊，还有呢，很多的这卡起来，迄泥土啦，拢已经咧走入去厝内底了。家家户户的泥土，严重的呢，真正是足严重的。啊，听了，到底呢要从哪里开始？要如何下手去帮助？而事实上要非常感谢的是菲律宾的政府，事实上在路经了这样子这么多的一些天灾的这样子一个经验底下，在这一次已经知道有两个台风接连要来自己的国土，就赶紧进行了大规模的撤离。所以事实上在撤离的过程里面呢，不管是这些居民都非常的配合，而到各个的这个撤离的中心到做避难的动作，而事实上呢也征收了像学校还有体育馆这样子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避难的动作。而事实上呢，我们在之前海燕风灾之后，在当地建的大爱村还有中学学校等等，也其实在当地呢是相对平安的。那虽然有所撤离，但是呢反而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避难的地点。而事实上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风灾经过，大家可以想象在当地事后灾后这样子的一个救援清理打扫的这个动作啊，相对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大家千万也不要忘记了，事实上现在 COVID-19 疫情在当地还是持续的在发展中的，所以现在呢政府一边又要顾及防疫作业要能够谨慎要能够严谨，一边也要面对这样子一个天灾要赶紧做市容的恢复，还有能够及时的提供这些人民他们接下来生活要如何安身安心安生活。其实不管是在政府面向或者是在慈济都持续的在做连结，而在视讯的过程里面，从昨天上午到下午我们都持续的跟慈济志工当地来做很好的连结。上面也提到了，因为有往常有这么多的一个灾难的一个训练，所以慈济人呢跟当地的这些志工的连结是相当通透的，甚至呢在每次灾后我们都会进行人间菩萨招生，可以让当地的志工能够有更多的防灾意识，也会知道今天灾难来的时候自己要能够做些什么。其实呢有很多的志工就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是投入到灾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先把资讯做汇整的一个动作，像陈华明师兄就是我们在当时呢一个风灾过后啊当地的一个种子。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事实上华明师兄他自己本身呢的这个产业也受到影响，他一边又要安抚他自己的情绪，另外一边也心系的苦难的众生。上人就说这真的是转这样子的一个感恩心为菩萨心，而这样子的一份心意其实安抚了是志工的心，也会让接下来的灾我们的救灾行动能够更加的顺畅。而我们在刚刚所提到的是这个中台莫拉菲，他除了经过了菲律宾，事实上他也到了越南，在越南就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哦，因为它的这个强风和大雨就在当地呢，不只是造成了这个灾难，很多的这个屋顶都被强风吹走了，甚至连大雨在当地也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水灾。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了解越南现在目前的灾情。台风莫拉菲有越南20年最强台风之称，雨弹狂炸中部，引发多起土石流，上百位军人挺进灾区救援。军人将受伤民众一个个送上救护车，还有获救的孩子伤势严重嚎啕大哭，母亲在一旁焦急守候。越南国营媒体表示，莫拉菲造成1.5万户房屋严重毁损，至少170万人没电可用。尤其广南省3座村庄土石流灾情最严重，至少45人至今仍被埋在土堆里。
Đây là một đợt thiên tai vô cùng thảm khốc, để lại hậu quả rất nặng nề cho nhiều tỉnh miền Trung ở trên một diện tích rất rộng, ảnh hưởng đến đời sống, học tập, lao động, sản xuất của hơn 7 triệu người.越南十月以来洪灾不断，中部灾后重建艰巨，光是修路费就要台币29亿，而且莫拉菲前脚刚走，另一个台风天鹅后头虎视眈眈，预计下周影响越南中部。是刚看到了越南其实在当地这样的一个灾情是非常的严重，而事实上呢，居民啊才在面对的这个中台莫拉菲所造成的影响，心里面就在担心的接下来的这个天鹅台风离开了菲律宾又要前往越南，他们要如何应对。其实上人看到了这些天灾都不断的提醒着大家，就是要能够珍惜平平安安的幸福。当我们在台湾可以感受到那一份，不管是在疫情的控制底下，或者是在这些天灾没有受到影响的状况底下，我们都是平安的。平安的人更要珍惜这份的福气，还要能够知福、惜福、再造福。而在这个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先从内心的忏悔开始。我们要相信这个天下之间呢，大小乾坤是互相连结的。当天灾不断的发生，都是一个警讯，要能够感恩平安。在动荡中，我们更要运用智慧去调伏心灵的波动，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一个心念聚合起来就是一个业，这个业或是善业或是恶业呢，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天平两边究竟哪一边比较多。我们要能够表达出来的是那一份的善念，而善念就是要从互相的关怀开始，真正的去反省跟忏悔。也许这个灾难发生在别的国家，但是我们感同身受，我们同样的感受到这样的灾难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而我们更要能够调伏心中的那个无明跟烦恼，当我们心中能够发起那份慈悲心跟同理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原来那份的虔诚是重要的。当天灾这么严重，我们要知道叫不敢用干，在这样子的一个虔诚的心念里面，我们要懂得要能够忏悔，要能够反省，调伏自己的内心无明，更要发起那份的慈悲心。有时候发心立愿是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念都能够连接到这个世界上面，而我们更也要能够跟身边的人睦心睦爱，发挥自己的那份爱心。我们接下来就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人开示。希望台湾啊，我们大家要再呼吁关心国际救灾。我现在在说的马尼拉，心里在想的是越南。这台风，这个所在过了后，它会往越南，这是气象局的报告。所以呢，这会波及啦，到越南去。越南呢，两个月内底已经六处的强风啦。跟马尼拉同款，台风呢来过了马尼拉，它就会到越南去。越南还有寮国、泰国，拢差不多夹一个啦。这都是吼，让人真烦恼吼。那也期待呢，这个天鹅啦，能不能已经损坏了菲律宾这么严重？能不能呢？那力道减弱一点，再到越南呢？不要那么大的冲力，能不能再降下一点、软一点？不要那么硬、那么强。期待大家的祝福，对，阿南大家人。也爱祝福啦，这一波呢，还要再大家再启动一下各地的菩萨们，点点滴滴表达出了我们有一份爱的能量，这种心意、心意爱的力量，来为他们祝福。
就是有福的人啦，都爱为苦难人想哦，人人一滴滴的小爱啦，汇合起来就成为大爱，这期待。师父现在声音去到多位呢？希望都会当祝福到多位去，去发挥呢福的力量，来弥消弭啦天下灾难。期待各地都是平安的，平安的人就要为不平安的地方来祝福，来维护伊。他们现在需要人去扶持，不是为着钱偌济，是为着呢大灾教育，的确是大灾教育，教育人人的心，人人的心呢，哎，觉醒，哎，发挥一分一点的爱，这呢才能保持的平安啊。当这样子的一个台风经过了两个国家，造成的是水患、土石流，而事实上呢，在澳洲，它在这四年以来就是严重的干旱，从去年这样子的干旱就不断，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很多的放牧呢，其实啊，牛啊、羊啊，在这个草地上面是找不到草可以吃的，而是在当地呢，不管是在这个志工们呢就赶快的进行的，事实上是这样子的一个家访哦。事实上在家访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提供了这样子一个辅助金，希望能够让农民经过可以挺过这样子的一个旱灾而没有办法生活的状况，而事实上呢也鼓励他们要能够进转新转，而我们也跟当地的教会来合作做食物银行，让这些农民呢可以来这样的一个食物银行拿自己生活所需要的。而上有志工就说，他就自己也不太有钱，但是他知道只要能够心灵富有，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付出的人。他甚至说，我只要每一天微笑面对我所遭遇的每一个人，我能够把那一份的快乐带给身边的人，那他们就也能够跟我一样的快乐，一样的心灵富有。这有时候是上人告诉我们，现在的四大不调，我们看在眼里，要感受在心里，从心里的内心忏悔跟反省开始，我们感恩平安的时候，我们更要能够发那份很深沉的慈悲心，能够把自己所行之事能够去爱这个世界，抚慰这个世界，更不要忘记每一天虔诚的那份心念，每一天给自己一个好的善行，投入10块钱的竹筒，然后发一份好愿，甚至是每一天吃素来祝福这个世界，希望有每一个人的爱让这个世界更平安更吉祥。也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志工早会，祝福您有美好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